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禾木茶花村。可以看到里面啊，有很多的蜜，这些蜜是很甜的。我们现在到了马站火山公园，然后这边有大空山、小空山。到了这边的时候，开始有点下小雨。我们走过了这个商铺，都是关门的，这边游客还是比较少。什么时候去泡澡啊？快点去泡吧，杰夫。你看人家那个人吗？我说要拍他们，他们拿伞来挡住了。跟拍杰夫的小妹儿，吴小妹儿。Hi, what are you doing? 他现在准备拿出他的叫做什么小江江。前面就是大空山，现在水水被姐夫骂了，说他走得太慢了。嗨 ，Good morning。小七，不好。哇塞，我们新加入了两个小伙伴。我手，给握个手，握手。小七，你握个手，这不听话了，你给我握个手。哇，这是太空山的飞机，竟然飞了这么低！我刚刚还飞了无人机。你刚刚也没有飞那么高啊。
这么不高啊。对。30根本就不贵了，嗯，反正我认为是不贵了。对，这是回去给我同桌的，这是给我那个遥远的同桌的，这两盆是我自己的。